创办常州天河国际学校，是常州市委市政府为推进常市国际化进程的一项重大举措。学校由常高新集团总公司、天河光能有限公司、外国语学校共同出资2.4亿元人民币兴办的股份制学校。学校将采用优质的国际课程，聘请全外教授课，依托常州本地教育的优势，以创建一流的国际学校为办学目标。学前部、小学部将于2012年秋季正式开学，中学部将于2013年秋季开学。